我就有个小房子的问题哈。你经常跟别人说，就是有一薄一薄的给烧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就是我要一定要先跟他说了，还是？一薄一薄这个问题你提得非常好，很多人就是搞不清楚，以为一个星期烧两三张两三张，实际上最好讲一薄一薄比较好。比方说观世音菩萨，请你保佑我女儿能够最近身体健康，考试顺利，我念21张小房子来消她的孽障，然后就这么开始念。然后呢，你就是一个星期念两三张两三张的话，到了21张之后，你这个工作是完成了，你听得懂吗？对对对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讲出来的给灵性的东西，给消孽障的东西是21张，而不是每天2张到3张、啊。你说你每天两三张能力大，还是21张能力大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就觉得每天听你的这个广播特别好。啊，要学的呀、啊，不学怎么会啊？不学什么都永远搞不懂啊。对对对，首先我都要感谢你，感恩你，感恩卢台长，还要感恩观世音菩萨。